这世界上代志就是这么残忍。准备当趁这个机会成长，伊嘛会当见证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就亲像你甲阮清月感情同款，你明明知影伊接近你是无着，你也是不顾一切去爱伊，就算家己规身躯伤，你嘛不要紧，敢毋是？谁说你的感情就高贵，我就下贱？所以这次，我绝对袂放弃我家己的幸福。就算头前是地啊，我嘛会甲东京做伙跳起。真正是安尼哦，下死下贱啦！啊，我管他你是要跳楼、跳花，是要跳海，我随在你啦！你搞亚杰兴花啦！你是凭什么找我讨？王亚杰大人大正啊呢，伊是安怎搁学袂晓保护家己？若是要怪，就怪伊家己，无选好时时备离。伊若真正出什么意外，迄拢是注定拢是伊的命。你都是有够暴气啊！你伤害亚姐，你搁糟蹋，你到底有良心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生这死的嘴皮，是为了亚姐，为了你自害，为了你妈妈，还搁有聊天可怕。你是辜负着人对你的期待，还搁有爱，你想什么资格做人的亲人啊？伊明明有知影我的身份啊，我干那需要一个在我的背后支持我的查某，也不过伊煞三番两次抽我的后脚。害我连认为拢差一点仔无通做啊！伊完全无咧带领我这个红尘的前途，还够死死，我当然嘛替我家己找活路啊！你讲你还袂讲啊？世界上哦，上欠牌的人就是你这款人啦！你会当替亚杰讲的，是安怎我袂当替我家己讲的啊？你的查某囝就是宝，别人囝都死袂了，我嘛是有父母的呢。阮爸若是知影你这个老犯得安尼对头无，伊绝对甲你拆家落房个啦。还佫有阮妈，你过去嘛是受到伊个照顾，敢是？结果你煞安尼对待伊个后生，你安尼做根本就是无阮本意啦！你用啥物做话讲这款话？毕亚中拢大家拢唔知影你做了啥，伊就会当继续讲白菜，把你个罪行拢扫到牙尖。事实就是，亚杰发现陈东俊跟林子倩就是海星杜光亮的凶手。陈东俊跟亚杰会去报警，会破坏伊的前途，伊就心肝了瘫痪，对亚杰还动手。伊的目的就是要让亚杰永远都无安尼讲话。海星杜光亮的秘密，跟亚杰做伙跌落去海底。你是凭什么啊？对亚杰出轨啊？甚至连你啊，该什么其实实在我都唔知影啦。你是凭什么出手搞我假死啊？啊！哪里我做个出手啊？拢是你，拢是你害！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啊！我不准你给我断气！我亚杰遐尼啊，给白，是要做些心里黑心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伊不应该用智力，也靠文静甲东俊拔掉的。海东俊的人生，除了有成就压力以外，我忍受心内的孤独。伊若是真正遐尼啊善良。一定要应该放弃我东俊自由，我东俊可以追求伊的快乐。你才是上自私的人。我唔准你安尼讲亚姐。这二十几年来，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是在支持陈东俊，伊做好伊做假后的身份，
虽然已经知影，你陈东君，你有权有势了啊！你规个心规个人拢变款了，变到遐尼啊现实，变到目中无人，变到为着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伊嘛对你无放弃。伊为着你要爱囡仔，伊忍受着痛苦去做试管婴儿，伊就是希望讲伊有囡仔了后，可以当挽回你的良知无？结果嘞，伊什么？叫你这对狗人都把你糟蹋去！是先害囡仔老去的，伊这做妈妈无照顾好家己的囡仔。虽然讲我对伊真切心，对伊嘛真失望，啊，不过我讲骂过伊一句啊！什么我得你的囡仔？我什么时阵害死我家己的囡仔？你竟然不知道也一个有心啊！陈东君，亚姐到底对你偌细心？你给我囡仔这好消息，竟然不愿意回阿三知影？你是咧讲啥？我两个可怜的金孙啊！我可怜的金孙啊！恁的意思是，亚杰呛水落来替我妈挽水草的时阵，伊的腹肚内就有囡仔。我竟然用我要抱我的囡仔的双手，害死！张军。阿清姐，你莫让伊骗去啊！老虎爸一定是知影你一心一意想要有家己的囡仔，才用这种白草来骗你。你唔通相信伊。我今仔总算知影，原来这陈东君是安怎会走成个这么厉害？哦，身躯边有你一只鬼嘛？在遐耳孔边。安尼一直找枕头风，该看你对你戆戆啊惊，戆到亲像害死家己无好惊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亚姐，若是有囡仔，伊是安怎袂甲我讲啊？你莫想用这种阿婆来甲我打击了。证据啊！证据甲我提出来啊！那证据？好你啊，妈！警方在海边啊，捡到亚杰包包啦。亚杰真正是有灵有邪呢，虽然讲伊无伫个啊，也毋过伊也是坚持要把伊的衣物送倒来阮的手头。替您这个可怜的囡仔，留一张在世证件，唯一一张相片。是你甲亚杰还袂一个月的囡仔，伊都有心跳尔，都叫你害死啊！哪有可能？亚杰求这囡仔求偌久？啊？你连予伊甲你讲一声，你已经要做爸爸的机会都无。你猜我有偌恨你？我真正。你就算是死一百遍，我都无得当活过，你知无？
老大，老虎你是的，我知道我现在做过卡多，也无法度补偿你啦。不如就用我一条命来陪你。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阿哥，这种事情我怎会记得？哪里我跟你提醒？你刚跟我说的话，跟他死你，安心就落。天地行，你一定爱受天公伯好你的报应。都是你，是你跟我杀了那个后腿，你都是想要跟我害死的杨秋，都是你。我不给我。这个人好有气啊！阿伯，你竟然还是我你阿乖，还是还有好幸福？对不起啊！老婆，你袂当听我袂讲，袂当听不了我，你还动手误会我？我妈不是会晓讲白菜人，我嘛不是迄种会害恁妈妈遐尔恶毒的人，你莫阁骗啊！你把我阿妈扫落去的时阵，伊的手抓着你的衫裤的钮啊，伊的指甲内底嘛有你的皮屑组织。我为着卖冤枉好人，我有去做 DNA 鉴定，不过结果呢，确实就是你。你今日代志变空，你对三阿妈到病院去，搁想要对阿妈的电梯内底注空气，要甲伊害死。这证据我会交予警方，到时阵看你搁有啥物话通辩解。陈东俊。你若继续吼信任这个查某人，我看哦，你规日即马去死死的啦！因为你早晚死在伊的手头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阮妈是阮的底数，你是阿老爸的数。我无。你竟然怕我！我是阮妈生下来，辛辛苦苦长大的，无伊就无我，无采我这尔相信你。你为着要证明你家己的清白，独立家己一刀的时阵，我的心痛到要死，我甚至讲把痛破面，想袂到你真正是要害阮妈的凶手。是我做的。